人寿，还有财险、车险，我们公司主要是做人寿，人寿那一方面就是人的那一块。OK， 你刚才讲车险跟那个不在我们公司范围，现在主要做的是人寿保险、种植、住院、储蓄计划，当然还有投连险。但在我们公司其实还有很多的其他一些高端的产品是离美 investment bank 的，那么就解释了，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国内的客户，尤其是大老板，愿意来香港的 AIA 买股票，因为产品选择多，他们寻找资金出口。第二，他们看中的是公司的品牌，因为很重要嘛，我给那么多钱去投保，而且是投终身的保险，那么对方需要找一家可靠的公司，那品牌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，女孩子买包包，你为什么要去买 LV？ 其实 LV 跟街上的几百块有什么分别？就是品牌效应。你觉得可靠？你觉得售后服务好？你觉得整个拿出来就很光荣？那是一样的。你要买保险，就是找一家可靠的人保险公司。第三是人员的素质，因为这一行其实一个 people business， 就是人对人的一个生意。其实有时候嘛，你想想自己买东西，其实你不一定是光是相信那个东西，相信那家公司。你更重要的是相信卖给你的那个人。那么在香港，因为法规管理的比较严格，那所以人员的素质，他销售的那个合理的程度也比在国内高。这个也是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国内的人会来香港买，尤其是那些大保险。那么这个呢，其实就是讲回我刚才讲的一些关于公司的背景。那么素质上的东西我不去背，大家可以在那个文档上看到。我只是想讲 AIA 是一家刚才讲了是泛太平洋的一家保险集团。